我觉得其实年龄对我来讲它就是个符号吧，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年龄要该穿这样的衣服了，该留这样的发型了，这个在我心目当中没有想那么多，也特别容易忘记这些东西，挺自我的，活在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幸福的这个世界当中吧。